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成立了台湾天团大联盟，集结荣获各大奖项的天团高手，把优胜饭团制作成商品，同时在超商上市贩售。不过最近呢，民众的新选择呢，就是可以买到了远雄悦来大饭店副主厨林志田技术指导的元气咸猪肉饭团。远雄悦来大饭店去年参加农粮署第一届台湾天团争霸战，西餐副主厨带着丰富的经验厨艺团队，在众多的餐饮品牌高手中脱颖而出，以元气咸猪肉勇夺元气饭团组的全国冠军。当初就是想要设计一款富有原住民风味的饭团，对，那所以选用花莲在地的一些食材去搭配，那选用原住民的刺葱做提味提香的动作，那还有小米藜麦，搭配原住民风味的咸猪肉去制作饭团。那接下来会在饭店除了冠军饭团会不定时的限量供应以外，那还会有继续研发多款不一样风味的饭团或是米食的料理呈现给客人。严选使用台湾咸猪肉咸香刺葱香味，笋干爽脆以及香脆蛋酥，增添多层次的口感，搭配上台梗九号、台湾藜麦和小米，碰撞出最纯粹的台湾原味，透过双手的温度捏塑出具有原住民风味的元气饭团。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听得到那个香气，越变香。对，稍微有点焦焦香香的，这样就可以了。好。